4到20mA 电流量测，电流由正端蓝色流到4到20mA 模组，再从负端绿色流回去。模组接12伏特，红色正，灰色负。电音工具圈头万，12伏特。现在4mA。2到0V， 4mA 0V， 7.76mA， 1.17伏特，转到20mA，5.06伏特。